嗨，大家好，我是韩盛。今天呢，我们来谈谈情绪管理。首先说明我的一个案例，应该是在2006年的夏天。那一年呢，我们家的小犬呢，国小毕业，为了让它长见识呢，就带它参加美国加州圣地牙哥一个国际会议。当然呢，不只是参加会议啦，除了还要会利用时间呢，去逛逛迪士尼游玩。另外呢，还会去唱货中心，也就 Outlet 呢，买球鞋。那买哪个牌子的球鞋？那么这个不能说，因为涉及到广告跟行销，会被人家误会的。可是呢，我跟那男店员呢，撸了很久，又要换尺寸，又要折扣，还要袜子当赠品，感觉他都蛮有耐心的。可是呢，我有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他每每进库房呢，要更换我的需求时候，总是对着库房内呢大吼大叫的一番，哈、哦，感觉到好像是遇到我这位傲客的一种情绪的一个发泄。幸亏呢，他能找出这种调试情绪的一个方法，不然这个人高马大的这个老外，万一情绪失控了，那身在异乡的我下场必定是一个很难堪的。其实情绪是人人啊与生俱来的，是无好坏之分的。但是呢，要需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和处理它。有效的情绪管理，好、是抑制冲动、化解冲突的一个无形的一个推手，是承受压力、好、调节情绪的一个良药妙方。像我们刚刚故事中的老外。借由库房内的大吼大叫来调节情绪，虽然不太恰当，但是还是可以理解，因为情绪人人皆有，先要有良好的情绪管理，才有良好的一个服务。尤其在现代职场中，抗压力或者情绪管理的能力，已经成为企业衡量员工是否能胜任工作的一个必要核心的一个职能。饭店业中很流行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让一家饭店或餐厅关门的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放几个臭脸的一个柜台。可见情绪管理的一个重要，一流的服务精神应该具有一流的情绪控制，那一流的一个管理人才更具应该有一流的一个情绪管理。尤其在现今的服务业的一个时代，请记着喜怒哀乐人皆有之，那么喜与乐呢，是你可以和每个人分享的。至于呢，哀跟怒呢，就要建立良好的个人抒发管道，不要让它四处的乱窜，更不要让它影响到你的服务的一个品质。别忘了，非常的一个情绪管理，才有非常的一个良好服务。我们空中大讲堂，下回再见，谢谢各位，再见。同学好，欢迎来到进修阅览室，我是韩盛老师。刚刚我们从空中大讲堂呢，让我们可以知道说，管理自己的情绪不但于有益身心的一个健康，能提高自我的功能，使自己的工作效能提高啊。那接着呢，跟我们一起探究人际关系的是陈建用老师。韩老师以及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自理科大陈老师。刚刚真正的情绪管理是理解引起情绪的一个原因，找到了根本的原因之后来加以解决，并非把它压抑下来。所以本讲次的话，我们会让同学更能了解情绪的管理。那么在上一讲次中呢，我们介绍了情绪内涵以及影响情绪的因素。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本讲次呢，介绍第六章情绪智商与情绪的管理。那建有本课程呢，希望同学对于情绪智商内涵有更深层的认识，让大家呢了解如何情绪管理，也期望呢对未来呢有所帮助。那我们的单元目标呢，有了解情绪智商的内涵，再来呢就了解情绪的一个管理。随着科技快速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密切，诸如社会的期待、自我的期许，还有同侪的竞争等等，这些都会带给人们莫大的压力，
再加上天灾，例如台风、地震、水灾不断，也容易让人脾气暴躁、情绪失控，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而面对这些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唯有面对它、解决它，才能远离情绪带来的伤害。因此，情绪管理乃是现在人们最重要而且迫切的课题。而一般来说，人并非永远可以有效的认知跟表达自己的情绪。难道情绪就真的难以控制吗？还是可以自我的掌握，进而加以的管理？而了解情绪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能察觉自己的情绪。只有当我们可以认清自己的情绪，例如快乐、悲伤、愤怒、焦虑的时候，才可以知道自己的感受，才有机会掌握情绪，而不会情绪所左右。也就是知道情绪它是如何被提升或者是恶化，从言语之后的意义，如何造成特定情绪的发生，进而影响到个体的想法以及做法。而透过了一连串的理论的分析以及实际的做法，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绪，才可以知晓自己的感受，同时也可以懂得如何用建设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以及将自己的感受和他人做分享。所以有效的保持自己适当的良好的情绪，适当的解决各种情绪所造成的影响。所以我们请问韩老师，我们常常有听到情绪商数 EQ， 请问 EQ 跟情绪管理有何关系？好，我们情绪的商数 EQ 呢，它是指个体管理与处理本身的一个情绪的能力，决定了个人主观上认为生活是否顺心，也会影响个人与朋友啊，譬如说家人、朋友、上司、同事的关系，甚至呢会影响学业及工作的一个表现。在各个场合中呢，能够适当的表现情绪和有效沟通的一个技能。那沙洛维跟梅耶呢，他在1990年认为 EQ 包含的一个正确知觉、评估、表达情绪能力，还有调节情绪使情绪与智力成长的能力，再来就是了解情绪兼知识的能力。那纳逊跟洛尔呢，认为 EQ 除了正确了解自己的情绪外，还包括了与其他人和睦相处的能力、建立友善关系能力，以及有效管理日常生活与工作压力的能力。那根据国外学者的一些观点，情绪能力比知识与技术更能预测一个人未来的成就。那么情绪能力包括能正确察觉与认识自己的情绪的能力，能分析自己引发情感的一个原因，处理自己焦虑和害怕，进而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能力，那么克服自满和迟疑，调整自己的情绪去达到一个某个目的，自我的一个激励的能力，能理解别人的观点，欣赏不同观点，了解他人情感的一些能力，掌握他人的情绪和处理人际关系这些能力。所以呢，什么是 EQ 呢？简单就是说，生气的时候我如何化解自己的情绪，而郁卒的时候我又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所以 EQ 应包括认识自身情绪、妥善管理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以及人际关系如何处理的能力。那我们请问陈老师，高 EQ 跟低 EQ 的人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差异呢？好的，一个高 EQ 的人通常是情绪稳定的，不会因为小事产生剧烈的波动，而且可以敏锐的察觉自己跟他人的情绪，坦诚面对自己的负面的感受，同时可以理解对方的感受。而当有情绪要反应的时候，他都可以适当的表达以及处理。那相对的，一个低 EQ 的人，他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并且表现出冲动的行为，导致人际关系恶化。因此高 EQ 的人会比低 EQ 的人较可以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也可以与他人的和谐互相相处，同时可以解除对他人的想法跟回应。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想象一下，在生活中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行为的或者一些事情而让我们的心情不好，进而阻碍了彼此之间的互动的以及他的关系的发展，或者是
有过因为向对方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而增进了彼此关系的美好的经验。所以掩藏情绪让我们与他人不能自在的相处，有时候甚至还可以伪装一下，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自己真正的感觉。可是唯有真诚的情绪的表达，才能拉近我们跟他人彼此的距离，让别人可以更了解我们，也借此让我们更了解别人。那我们请教韩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时常有听到 IQ 以及 EQ， 请问两者有何差异呢？那么 EQ 跟 IQ 是不一样的。那 EQ 呢，代表什么呢？感性，取决于后天学习的一个结果。IQ 呢，则为理性，有一半呢受限于天生的遗传。过去呢存在的一个 IQ 决定个人成就的一个迷思，认为高 IQ 的人学得快，考上好学校，或者能够提出具创意的企划案，在职场上容易成就，容易成功，升迁快。但研究显示呢，一个人的 IQ 高低与成就的相关性并不是很高。那有时候高 IQ 不代表能够了解与处理好自己情绪，反而产生偏差的行为。譬如说，最近几年来常常发生高学历知识分子犯罪杀人的社会事件。相对的 IQ 呢，只要达到一般水准，那么拥有高的 EQ 的人反而较有一个较高的一个职业的成就，容易控制自己的行为。那很多人都认为，譬如说工作是否顺利圆满，不是由能力决定，而是当事人是否可以倾听他人那么的意见。那将个人的偏好与工作分开，那将人际冲突的阻力化为助力，才是工作成败一个关键所在。因此呢，如何提升 EQ 以及维持情绪稳定是非常的重要。那相当的像政府像企业是相当的一个重视的。那我们请问陈老师，那如何检测个人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稳定的程度呢？面对多元以及密集的人际的互动跟发展，人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维持情绪的稳定，我们可以参考以下这几个指标。第一是自我肯定，能欣赏自己的优点，面对自己的缺点，激发自我的潜力。第二是容易与人合作，情绪稳定的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容易掌握自己跟他人的情绪，而不随便指责别人，适度的表现情绪有利于各项事物的进行以及推动。而第三是独立自主，不依赖或有自我的主张，能独立并且客观的定个人的工作或者是学习计划。第四是面对现实，人并非十全十美，现实的生活不可能是全是快乐以及美好的，能适应环境，勇于面对残酷的事实。而第五是有责任感，能对自己的成败负责，不推卸责任，不敏感的别人的批评，能寻求有用的解决的策略。第六会保持乐观，情绪稳定的人对未来是会收集资料，而且定相关的工作以及学习计划，保持乐观的态度。那我们接下来请韩老师来介绍情绪管理。那么良好的情绪管理呢有三部曲，也就是说觉察情绪、接纳情绪还有表达情绪。每一部曲呢都可以训练跟学习的。人的愤怒、快乐、悲伤等情绪的表现是自然的，只要能够将情绪处理适当，就会丰富我们的人生。但有些人呢，面对情绪的时候竟然完全被情绪所淹没，任由情绪宰制他们一切的思考、感受和行为。也有些人呢，拼命的要控制和预防负向的一个情绪的出现。他们认为情绪是非常非理性的，一个理性成熟人不应该表现出自己的情绪。因此要如何体察自己情绪、表达情绪与控制情绪，不让自己跳入情绪的陷阱呢？那应应的策略是在努力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如何使自己对发生的事情赋予更正面的想法。当情绪呢是可以透
透过什么呢？学习加以控制的。如果仍该依我自，如果呢依我自我的僵化方式处理，而又期待不同的一个结果，只会徒增困扰，带来更多负面的情绪而已。每个人可以透过管理自己所表达的方式来处理所感觉的情绪。在很多行业里面，管理情绪是一种必须学习的一个课程。如果工作面对顾客不常显现笑容，无疑是偷懒的表现。因此呢，如何有效地做好情绪管理，进而增进我们对情绪的控制，是有利于人际关系的互动。接着我们请陈老师说明情绪管理的一个方式。好的，情绪管理的方式，首先要辨识自我的情绪。自我情绪的认知是情绪管理的重要步骤。了解自己的现况，察觉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情绪的需求以及沟通的目的，这样才能将情绪表达出来。有时候可以时常的提醒自己，我现在情绪是什么呢？例如，当你因为朋友约会迟到而对他冷言冷语，你就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做？我现在有什么感觉？如果你察觉你已经对朋友三番两次的迟到感到很生气的时候，你就可以对自己的生气做更好的处理。不能倾听他人的想法或感受，在言行上较容易产生侵略性的行为。而另外一方面，有许多人认为人不应该有情绪，所以不肯承认自己有负面的情绪。如果无法自我的表达，一昧的听从他人的意见，这可能会变成是倾向服从性的一个行为。人一定会有情绪，压抑情绪反而会带来更不好的结果。自我确定过于不及，都会产生人际的问题。只要我们可以真实的感受，我们就要学习接受它。当我们可以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更精确的对他人传达自己的感受，不会被情绪所左右。由于辨识情绪是情绪管理的重要的起步，所以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方法，例如安全的记录自己对于自己的想法，记录每天的情绪，回想过去的事情，以及借由艺术的活动来抒发以及了解自己的感觉等等。而第二种方法，面对引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请韩老师来加以说明。好，那么面对引发事件中呢，管理情绪呢最直接的一个方法或处理引发情绪的事情或情境，就是使其情况不再发生。譬如说，小朋友玩具后不放回原来位置，造成客厅杂乱不堪，那你可能处理方式就是第一个的眼不见为净呢，或者要求小朋友呢去整理玩具。那可以用行动来改变那令人情绪不稳的一个情境。再来呢，就是要正面思考。那么当遇到挫折时候，以正面与理性的一个方式面对人事物，可以采用接受不能改变的人事物、改变能改变的人事物，以及了解两者的差异等三个原则。但正面思考呢是不容易的，需要不断的练习，让正面的思维成为一种惯性，才能具备面对挫折的一个应变的能力。因此呢，时常提醒自己养成正面思考模式，那将有助于真实了解事物，那将艰难的一个事情呢视为一个挑战，将失败呢视为一个累积的经验。那第四项呢，就是有效表达一个情绪。任何人都会生气跟发怒，譬如说女朋友约会迟到啦，你的生气也许担心她会不会发生事情。那么但是呢，如何适当表达情绪与发泄怒气呢，这是一个艺术，需要用心的体会与揣摩的。另外，表达情绪时机很重要，如果对方有心事或正在忙时候，通常呢是无法倾听和回应的，此时表达自己的情绪，那么必定效果是不彰的。最好等到双方的心理或生理的状况适宜的时候呢再进行。那至于每个人而言呢，去了解发现情绪的目的是想要影响事情或是影响对方的想法或行为。使用发怒的方式是否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呢？譬如说你生气女朋友刚刚说迟到是为了传达我好担心你的感觉，让她了解约会迟到会带给你什么感受，此时生气并非较佳的一个传达方式，
因为指责你的女友反而会使她产生负面情绪，忙着防御所谓的掩饰的一个迟到，根本无暇站在你的相同立场，那想着你所谓的一个关心。那么我们再请陈老师说明一下第五项，那么管理所谓生气情绪。好的，我们都知道冲突会使对方产生防卫，以表达对于我们生气的情绪。如果你觉得目前的情绪是混乱的，或者是过于愤怒的，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时候，可能会词不达意或言不由衷，而不如等情绪缓和的时候再来讨论自己的感受。一般而言，可以利用三种的方法来化解负面的循环。第一个是冲突的对话会影响到双方的沟通跟合作，这时候可以用对不起，我需要退一步，并且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当恢复理性的时候再继续彼此的谈话，这样的话可以使双方获得冷静的机会。而第二种是发展具建设性的生气的表达技巧，别让对方产生的防卫感。若直接的表达生气的情绪，对方一定会产生防卫，但若选择能表达生气却不能让对方感受到威胁的同义词的时候，这时对方会有罪恶感，并且道歉发生了什么事。而第三个方法是，当我们面对跟处理一些负面的情境的时候，尽量可以找一些较幽默的方式来让自己放轻松，如此的情况显然就不会变得那么的严重了，因此也不会引起焦虑的感觉。因此表达情绪的时候，特别是负面的情绪，应该要重视的是生气的对象跟生气的方法是否正确，生气的程度是否合适，以及生气的时间跟生气的目的是否有达到你的目的等原则。而第六种的方法是，良好的人际互动会压抑情绪，会使苦恼持续的存在，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言语将情绪的表达出来，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例如可以参加一些諮商的团体来处理情绪，把问题告诉善于接纳跟包容的人，有助于了解自己本身的情况，满足以及心理的需求。有时候也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是闺蜜来分享发生的事情以及所带来的苦恼，积极的寻找可能的处理的方法。在谈话过程当中，可以洞察问题的本身的问题的本质，以建设性的想法取代原本消极的想法，而获得了满意的谈话，进而释放了负面的情绪。而第七种是属于合宜的疏解情绪，正面跟积极的思考有助于面对和解决问题本身，但有时候会有负面跟理性同时存在的状况，因此培养适当的管道以疏解情绪，是给自己一个厘清想法的机会。怎么做才可以降低不愉快呢？避免重蹈覆辙。当负面的情绪被唤起的时候，就应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每个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而且有效抒发情绪的方法。例如，可能有些人会痛哭一场，有些人则是找好朋友诉苦，有些则是逛逛街、听音乐，移转自己的注意力。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可以培养多种的放松的方式，在不同的情况下来加以应用。新鲜感有时候也会带来转移的效果，由自己来控制情绪，而不是由情绪来控制自己本身。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透以下的这些方式来疏解情绪。第一，可以用深呼吸、冥想或是水疗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压力，达到身心松弛的目标。第二，有时候可以运动、听音乐、看电影或者是上网，来让自己的身心放松。第三的话，有时候可以选择向窗外眺望，将视线转向比较远方，或者是观赏优美的画像，来避开低潮的一个气氛。而接下来的话，有关于应用直接的内省法，我们请韩老师来加以说明。好，那么应用直接的内省法呢，就是透过自我正确的一个信念系统，经由察觉自己的一个意识状态以及自己对于他人和周围事物的反应，而非一再回应外在的一个激发事件，就有透过内省收集一些足够的一些资讯，为自己的一个情绪负责，
让自己更了解状况，进而适当的处理情绪。例如说，都是你害我的这类言语会使他人产生防卫心，并且可能会忽略自己对情绪的责任。当我们愿意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时，对自己有信心，有助于增进人际关系的发展。鼓励自己正向思考，利用吸引力法则可以带来正向的一个能力。那情绪管理的第九项是改变衡量方式，改变对事件的一个看法，进而改变本身的一个感受。那再来呢，就所谓的不抱怨与自己在意 无能为力的事情。如果一直抱怨不断，将会使自己呢永远处于所谓怨叹跟不满的情绪中。那譬如说，你同学看到拥有有同学看到他拥有最新的手机，苹果手机，一只手机价值2-3万，一直抱怨自己买不起，但又不能改变现状。那再来呢，第二个就是转移焦点，分散自己本身的注意力，那也就是转移会引起情绪反应的一个焦虑事项。那么再来呢，就是第三个，改变对事情的看法，不要对每件事情都一样看重，可以调整其要求的一个程度，进而降低自己的一个压力。那防卫机制呢，是指人类为了避免精神上的痛苦、紧张、焦虑、尴尬、罪恶感等心理，有意无意间使用各种心理上的调整。譬如有哪些呢？像否认，第一个，再来幽默、投射，第四个呢，幻想，还有呢，抵消、升华，甚至合理化，还有呢，隔离、转移、退化、压抑，最后呢，就是一个仿同。总而言之呢，情绪是人类与沟通的本质，无论正向或负向的情绪，都有它的价值跟功能。个人对于生活是否有幸福的感觉，并不是在于遇到的负面情绪的多或者寡，而是在于什么样呢？个人是否能有效的应应。如果他在遇到负面情绪时候，能直接有效地加以应应和处理，那他就比较能感受到与自己在一起的感觉，比较少压抑、否定、逃避等阻碍他接触真实的一个情绪的防卫机制而作用。我们讨论的守则或许呢，无法在各种情况上面呢都怎么样都可以简单沟通，简单或轻松的去我们的什么相处，但是遵守这些守则后呢，可以让你能够了解和表达自己的一个感受。也就是当他人讨论到感受时候呢，我们能有效的回应，允许我们的心情呢就像春夏秋冬一样的自然。那透过练习呢，好好提升我们自己的情绪的觉察力，找出自己有效的因应之道吧，做出自己情绪的一个主人。那感谢各位同学今天的收看，下一讲次呢，我们要介绍第七讲，压力管理与人际关系，欢迎下回按时收看，再会，谢谢各位。